指挥车，这里是 A 组，目标离开车辆，进入西大桥南侧引桥下方。指挥车收到，寻找最佳观察位置，继续监控目标。收到。收到。目标可能会跟上线联系，准备捕捉信号。明白，明白。叔，东西已经放好了，我的钱呢？十分钟后到账，你赶紧开车走。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骗我的？那你留在那儿，等警察来抓你吧。定位到了吗？通话时间太短，还在运算。找到了，在桥东的高速入口，只有3公里。通知市局。是。安科，省厅那边来了定位信息。C 组，这里是侦察车。C 组收到。定位显示目标在响水高速入口，距离交易地点只有3公里。明白，立即前往。收集证据，不要暴露。收到。过桥以后第一个匝道转下去。好。手机源信号一直原地没变，小心接近。明白。怎么了？后面有尾巴。安科，目标已经丢弃手机离开现场，应该朝你那去了。B 组，你那边有动静吗？暂时没有。A 组，送货人那边什么情况？送货人这边来路返回，视野清晰。收到。我们这边没有看到买家出现，不排除刚才的停留只是个幌子，他们很有可能改变交易地点。A 组收到，有情况我随时汇报。指挥车 ，B 组呼叫。收到，请讲。情况不太对啊，已经过去十分钟了，买家距离接头地点只有3公里，按理说早就应该到了。知道了，你先待命吧。明白。小杰，信号定位地点有没有道路监控？没有，整个路段只有两侧桥头有监控。从匝道进入主路，是不是只能从桥东往桥西行驶？没错。我知道了。今天行动结束以后，
去找交管部门，拷贝一下监控，做好筛查准备。明白。A 组呼叫指挥车，收到，请讲。目标已返回住处，沿途未做停留，没有可疑举动。收到，您待命吧。收到。已经过去两个小时了，美嘉不愧出现了，我通知他们收网。各小组注意，立刻回收货物。对送货人实行抓捕。安可，买家还没出现，确定要终止任务？执行命令。是。子轩，等市公安局那儿弄到桥头监控画面，你帮他们做下优算，删减过程。现在是早高峰，行动期间起码有好几千台车过了桥吧？应该用不着。信号定位离买家只有3公里。